努力扮演台湾那个世界桥梁。 接见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，赖清德特地用台语致谢远在北美的台商回台参与520就职典礼，同时也鼓励台商回台投资，喊出要打造台湾成为经济日不落国。我们会积极跟世界民主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障协定，政府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，让全球台商可以放心。 安心回台投资，拼经济要跟世界民主阵线站一起，守护国家也不例外。赖清德上任后，中共发动环台军演，引发欧美谴责，反对任何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。我国国军也时刻紧盯。海军马公军舰官兵海上监控共建西安军舰动态，战术侦搜大队更出动无人机从空中执行监控任务，也释出了我国国军监控轰6型机以及共军歼16型机的画面。 空军 P3C 反潜机一早执行警戒攻击任务，也侦获江岛级护卫舰、吕洋3型飞弹驱逐舰、海警船等。除了严密监控，国军也部署飞弹警戒。 不止雄二、雄三飞弹车进驻垦丁，海军机动飞弹车也快速机动，在陆战队戒护下进入战术位置。空军飞行联队及飞弹部队官兵同样持续整备，时刻警戒。这么多民主同盟的国家一起来谴责，也共同来呼吁中国应当要克制。台湾有事就是全球有事。 而民进党团也发出声明，赖总统520就职，国际舆论高度肯定支持。中国以此为借口发动军演不正当，更对两岸发展毫无注意。面对中共军演恫吓，台湾人民和国际盟邦都做国军最强后盾。参选长陈旭选，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